最近你们猪肉都吃腻了，今天买点牛肉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黑椒牛肉吧。算了，我给你们做一个豪华版的牛肉粉吧。先把牛肉给它焯一下水，把葱给它打几种结结，一点姜片，放点料酒。把它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，把牛肉给它卤一下，放点八角，几片香叶，干辣椒，放几颗冰糖，放一个用炖肉的料包，放两勺用黄豆酱，放一勺老抽，生抽放两勺，一点点蚝油，放一点点料酒，加水，给它炖一下。再做几个炸蛋，倒点香油，用种打蛋器给它打一下，打打起一种泡泡就可以了。哦，一定要大火炸，把它捞出来，今天用炸弹没弄得好，就把这牛肉粉来吃，汤包给它烫一下，用火粉给它烫一下，关火，牛肉来切一下，有一点点香菜，米粉把它捞起来，糖包给它倒进去，放点香菜。对了，吃饭了，这牛肉粉你们要吃的自己来。这么大呢？我先上一块这牛肉。今天鸡蛋做的不好，大家吃。妈的！这个鸡上卖的有什么区别？好吃。太贵了。会做牛排。